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展位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展位的所有的机器。首先，这台 AUV 平板打印机，打印所有的平板材料，过来看一下啊。这是亚克力啊，正面、反面都有彩白彩打印。你看这个颜色、色彩，非常的鲜艳啊。那么除了打印平板材料，它还可以打印水晶标，看一下，可以同时打印四张水晶标膜啊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个新的功能。看一下，这个是烫金的效果，它可以用烫金的光油出这种效果。那么还用这个圆柱的夹具，可以直接打印圆柱体的瓶子。这呢是我们2023最新款的水晶标卷轴卷打印机啊，它是呢两个艾普森喷头，然后打印出来呢就是成品了啊。这个打印出来自动覆膜就成品的效果啊。然后呢，它是可以贴在什么上面呢？第一，这是手机壳。啊，非常的牢固啊，然后这个亚克力奖杯都可以，啊，各种礼品包装盒、笔记本封面啊都没问题，啊，然后这个圆柱体的杯子都可以，啊，非常牢啊，啊，刮不掉，嗯 ，OK， 那么这一台是我们的 T 恤数码直喷，它呢只能打印棉的 T 恤啊，直接打上去的，然后色彩也非常的鲜艳啊，打的效果也非常好，我来看一看啊，啊，正面反面，但它只能打印棉的 T 恤，啊 ，OK，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一台2023卖的最好的 A3 的 UV 平板水晶标打印机，跟那个 A 一样啊，它也能打印水晶标膜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这个水晶标膜的色彩，啊，然后呢？打完膜啊，有覆膜机，变成这个覆膜机，然后这个呢也可以打直接打印亚克力啊，正面反面彩白彩的效果。这是我们那个水晶标膜贴在那个玻璃瓶上面啊，一些还有笔，我们客户也用的比较多，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贴的一些材料啊。然后这台也是我们卖的最火的，叫 DTF 服装白墨夺粉碳化打印机，专门做衣服的。所有的衣服都可以做，所以来看一下啊，它呢直接打印抖粉烘干出来就是成品了，看这个成品的效果啊，看我们这个打印出来的颜色非常的鲜艳，非常的逼真，然后它能做到什么衣服上面呢？球衣啊，正面反面都没问题，球衣面料，然后这个牛仔裤啊，那牛仔裤也很时尚，然后是这个卫衣啊，用的比较多啊，你看这个色彩啊非常好，然后这个帆布包也用的比较多啊，还有那个帽子上面一些图案 logo 啊都可以，所以所有的衣服面料都可以做啊 ，OK。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这台是叫激光打标机。啊，主要是用于大部分的金属材料，所有的金属材料吧，啊，以大部分的非金属材料都可以，就是在物体的表面啊，做一个标记，但它没有颜色色彩啊。看看这个圆柱体的也可以啊，这个名片夹是吧？这个军牌啊，吊牌，这个卡片是吧？都可以啊。这台是我们普通的 A3 UV 平板打印机。它呢就不能打水晶标了，只能直接打印到平板材料，比如这个手机壳，看这个效果啊，这个木板都可以啊，所有的平面材料都可以啊，这些是它打印的一些样品，礼品的包装盒，表面上面直接印一些图案，这个亚克力也可以打啊，也可以打。这些呢就基本上就是我们比较卖的比较多的机器了。做衣服的、水晶标的、A3 的、A1 的，所有的机器都在这里了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请随时联系我。